可以开始了吗？赫儿，这个奇葩当真的对奎木狼下手吗？这么多人压着他们呢，就算他想搞鬼，也插翅难飞啊！我看呢，什么爱情都是假话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这个女人呢，她只在乎自己，根本不在意奎木狼。奎木狼，如今你也感受到彻骨的凉意了吧？ 被心爱的人千刀万剐，一定很美妙。底刀，醒醒！别怕。 睡吧，有我在。